I'm used to it by now.其实是一个非常激动，因为高考之后也缺少一个休息的机会，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去国外看一看、玩一玩，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。高考就正常发挥，我希望就正常发挥就好了。高考结束后跟同学一块儿聚餐啊，就是散伙饭嘛，就大家吃完饭还挺舍不得的。其实确实是无从下笔，但是并不是因为想到自己，因为这种作文的题目还是挺新颖的，对。第一次见，其实还是挺紧张的。看到这个题目，还是想了一会儿，构思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。然后就因为时间问题，就赶快就写完了。我选了一五六三句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品牌也是就是请一些就是非模特的去走秀吧，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展示自己就好，对，所以做自己就好。我觉得文化吧，我还是挺喜欢吃那个中国美食的。我挺喜欢吃，就是从自己长大，我这么大吃过西餐，吃过中餐，还是更倾向于中餐一点。我自己其实挺随意的，对，觉得什么好看就穿什么。